各位知道吗？羊呢，其实在十二生肖当中，它是排名第八。这个八呢，当然谐音就是发，所以希望在新的农历羊年，透过这支即将在各位面前呈现、要上市发表的玉玺酒呢，希望让大家在新的羊年都能够发，一路发下去。那么玉玺，刚才我们特别提到，其实它象征是古代君王权力的象征。就像是古代君王的江山一样，说到江山，其实就想到“江山美人”这句话。所以呢，拥有江山跟拥有美人，才能够达到最完美的境界。因此，在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这位，接下来要在大家面前展现出王者姿态的王者之后，来为我们今天金门酒厂玉玺酒的上市发表揭开正式的序幕。接下来就请现场所有的贵宾，让我们一同来享受这场震撼的视觉飨宴，王者之后舞动